我觉得 YouTube 就是一个平台，可以让你对把你的东西啊，你的、整理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子。嗯，对啊，主力不是 AV 吗？有吗？好怕，主力就是我们的主力不是 AV 啊，但是半途夜未眠不是聊 A 片，你知道吗？Alright, 那是我们特别开放，超过十二点的时段才会有。没有特别开放啊，就是也不是好。我其实从来没有特别的去排斥说那个我们的那个话题，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因为其实之前那个去我们隔壁棚的那个什么吉拿棒啊。对，吉拿棒他们其实可能就有顾虑到他们的观众群可能年纪比较轻一点，你知道。所以那个什么，讲一些比较那个害羞的话题啊，他们可能会顾虑。对，所以但是我因为夜未眠，我一直都觉得我已经满十八了，我是还是不想要那个什么去防这种事情。对，我其实觉得这样子压力很大了。对，所以百无禁忌嘛，骂脏话也无所谓了。对啊，对呀，对，所以对啊，我一直都希望那个什么，大家能够听得开心，然后我们也能够聊得开心，这样子。嗯，对啊。OK， 侯元仁先生，感谢你从开台听到现在，观众真的吗？哇，好啊，好感动哦，真是。好啦，这个是我们在开台之前哈、那个什么报对呼之前啊、的那个一点那种，算什么？多年来对大家支持者的那个什么、回馈支持者的感谢，新的赞助者，对，没有人啊，对，真的是感谢大家。好了，等一下我来弄一下，蛮好玩的。啊，对啊，最近什么是对日本警察扫荡五马平犯的时候，所以我快笑死了。我是看到那个什么 Bioman 那个什么他有那个什么，他有分享，然后他就说啊，日本把自己的国税给，你说谁？哦，你是说他们把五马片给查封哦？对啊，他说日本把自己的国税给这样子用。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就是不会特别令人意外了，因为对。最近不是因为如果你有去看那个 AV 相关新闻的话，对，就你就知道说最近这件事情，对，最近因为他们接了那个奥运，东京奥运，对，所以他们为了弄奥运，然后可能希望自己的那个名声好一点，还久一点，所以就开始雷厉风行的那个扫黄这样子。这件事情是 AV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件前一阵子其实有爆出那个经纪人那个。强迫 AV 女优拍片，或者是那个半推半就这样子，所以那个在道德上面的确是有瑕疵，对啊，所以前一阵子那个什么日本的扫黄大队，非常的雷厉风行这样，对啊，好了，老板的明天在哦，这个是上班不要看吗？还是什么？应该是这个同一个时间点应该是呱吉的，对啊，坦白说我自己好，我应该要讲一下那个我对呱吉的感受，对，它很巨大，对不对？对，它是一个大台，但是坦白说，我很他的东西啊，是我会听的，你知道吗？就是他讲的东西是我们大概我这个年纪的人会喜欢听的。就是他上次有一个在一个实况里面在聊各个那个 YouTuber 嘛的那个数字分析。事实上，他那个东西啊，就是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啊的那个产品业务分析。知道他会看数字，他会看数据，然后必须根据数字的那个涨跌，然后呢，他会分析出来说，这个人接下来很危险，或者这个人接下来大有可为之类的，知道？那其实那个很厉害哦，这个我要先讲，他那个真的很厉害，那个现在在线上没几个 YouTuber 能够做到这种事情。坦白说，我觉得就连囧星人也办不到，知道？因为那是因为呱吉他以前是游戏公司的那种 leader， 然后他就专门在看那种产品的数据的，所以他才可以讲出这种东西来，然后他才可以分析这种数据。那个他讲的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其实是厂商会想要听的哦。所以厂商呢，如果是想要找业配的话呢，他们等于是会去看呱吉的那个东西。对，就是比如说他们想要找某一个 YouTuber 做业务配合的话，就变成呱吉有点像是。三国时代的那种水镜先生，你知道吗？这个我常常跟我的朋友在聊这件事情，因为有事没事都喜欢拿三国来聊，你知道？
知道水镜先生，哎，知道这个人吧？那个墨守应该知道，我知道。你玩三国志十三就知道这个人，当然一定啊。岳旦平嘛，对不对？就是基本上他就是那种人力，就是人力资源的，对对，他是人力派遣公司的，就是当你找人，你这不知道谁厉害的时候，哎，去问水镜先生，对不对？然后水镜先生就跟你讲，哦，这个人很天下大，那个人很会打架，这样子，对不对？他说了，他说了算，这样，他其实就是分析。他就是分析那些人的那个什么走势的，你知道吗？那呱吉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目前 YD 里面的那个水镜先生，你知道吗？就希望给他评上一评，哎、欸，他愿意给他评的，还可能要是个咖哦，才有办法给他评到、哦，对不对？现在我们这个什么小小的频道，大概3万人订户了，还没有到的，还没有入他的眼啦。对，我们的那个平均的实况大概才最高不过100多人吧，对不对？对，然后目前都还不是很稳定。那个我跟你讲，我们还没有到达他的那个，还没有到达他的那个领域啦。对啊，但是我其实不是，哎，你知道，我觉得我做这个就是做先以做开心为最重要的那个目的，你知道？这个我觉得，哎，墨卓你，哎，墨卓你已经很久没做那个 YT 了嘛 ？YT 对啊 ，YouTube 的那个还想做吗？因为还想做。我最近没有，就其实我觉得我那个、要怎么讲，我如果真的很想讲的东西的话，我其实是可以，就是直接一天就这样大概6到7小时直接生出一部，但是这最近我就是都没有看到那种让我很想讲的，我最近真的都没有，没关系啊，就顶多都只有写一写，但是我都没有看到那种，我真的看完之后会很想讲。啊，我觉得你随心所欲就好了，因为我也曾经是这个样子。对，我大概在今年，好了，现在就先谈个心嘛。那就谈心啊，没错。那等一下啊，还很久呢，大侠还要到10年。算了，我省略报幕好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聊一聊那个话题，如果再报幕就可能会断掉。对，所以反正你们知道现在墨卓在这边就对了。对，反正现在就是我们两个，然后已经对啊，陈又去交女朋友了。对，陈又他本来说要上来，然后他突然间在那个啥前30分钟就跟我说我要去约会，然后就啊，What the hell？ 有异性没人性，可恶！对，好啊，我在这边咒骂你。好了，不要这样讲，因为你们都是那个什么，你们都是愿意来才来的，我不会，我没有强迫大家这样子。对对。啊，刚刚讲到做开心这件事情啊，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比较年纪比我轻的 YouTuber 啊，对，我一直很怕我这样讲，讲一讲好像就很像是那种老屁股在那边倚老卖老，我其实不是很想要这样子，你知道吗？对，我其实是觉得大家都有点太着急，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急什么，你知道吗？别急啊，同学们。应该是说，因为在 YouTuber 做影片啊，你会有一个，其实它有一个波期，你知道吗？之前那个就有国外的人做的影片，然后介绍就是说 YT 的演算法什么之类、YouTube 的演算法什么的，然后它里面就提到说，你必须要一直固定的不断发东西出来，然后才可以维持你这个频道的一个热门度、就是会有人来看、然后如果你一直过了这个周期不发东西的话，你就会失去了关注，然后你就会进入危险期。他有提到就是那种大概2个礼拜吧，就是你如果2个礼拜都没有发出一支影片的话，你就开始进入危险状态，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也造成一种情况，就是所以这有一种压力，迫使你要一直不断做影片，然后维持你的热门度。Yes， 好，那个我现在也来聊一下我对 YT 的感觉，因为那个我其实没有办法像那个呱吉那样子可以看数据的，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的是比较走那个。比较走那个艺术产业类路线的，你知道吗？做传播媒体路线，我不太会看走势啊，但是我还是能够讲一个大概出来啊，对，就讲一下我的想法。但是我想他们可能也不会听吧，因为我比他们小很多。通常就是你要比人家大了，然后你讲话才有分量，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比人家还要受欢迎啊，然后你才可能比较容易那个，人家可能比较服你这样子。那我现在还在，当然我现在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啦，对啊。那我一直都觉得啦，就是
我自己在做的时候，一开始其实因为很多做 YouTube 的人啊，会多半是看一些那种业界的趋势嘛，对啊，现在流行什么，我们要讲什么，比如说讲美漫啊，然后我们讲搞笑的影片啊，对不对？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就是因为 YouTube 的东西本来就有一个那个目前当红的一个流行式的流行的东西。对，像以电影来讲，可能还会有什么看预告啊，或预告解析嘛，这类的东西这样子。那我一开始的确也是想说，哎，这个我也可以做这样子。对，那可是做了一阵子以后，就觉得不行，我跟他们有根本上的差异，知道？首先我不是年轻人，知道？我年纪不小，然后我的那个价值观其实不属于现在这个，不属于现在喜欢看 YouTube 的那个年龄层。对，那所以你如果注意的话，如果你有注意看我们的东西的话，看我的东西的话，一开始，我还会试试在里面，因为我在刚开始做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应该是古阿莫那个时候就很红吧，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老师啊，对，那个大陆那边的中国那边的他们做的东西，那个什么伤不起的武侠片有没有？中国大片，伤不起的中国大片，你有看过那一支影片？对，就是他在讲那个，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特色是他们语速非常非常的快，对，讲的非常非常的快，然后都不断气，就把它都剪在一起。对，那真的是我得说老实话，一开始我还是有去参考这个东西，所以我一开始的东西讲话非常快，而且呢也参考了像台湾爸他们这一种，就是他们大概其实那个概念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啦，就有点像是你。就像老师讲课一样，他想要灌输一些知识给你的时候，你看观众听了会累，所以他就会要开玩笑，然后他会插一两个玩笑这样子。对，那像是那个我那时候看台湾爸，坦白说我还蛮喜欢台湾爸，因为我觉得台湾爸的那个动画做得很漂亮。对于我们做影视工业的人来讲，那个东西是合格的，而且很漂亮。就虽然说你看得出来他没有花大钱，但是。你也看得出来他是有用心的这样子，对，而且那个人的技术不错，对。那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在讲一些什么台湾的历史的时候，会中间会插一些那种笑话。那当然有些笑话可能是嘲笑政治人物啊，像马英九那个，但是那个其实真的有逗到我啊，是吗？逆风高飞有没有？高飞，我每次听到的时候，他动不动就突然插一个进来，然后高飞这样。我得承认我被他逗到，所以我后来在做影片的时候，其实也都有试着去插一些笑梗进去吧。风格的演变，因为一开始我就是想说我去学老师嘛，学台湾爸，然后当然我也会观察一下那个什么赵立芳他们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古阿莫，其实坦白说我还是有观察他们，他虽然声音讨人厌，但是他其实是有可以参考的点了，对啊，那可是做了几次以后，发现我其实生梗其实不太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个梗是我自己讲出来都有点不好意思的。像最近那个什么，因为正义联盟的关系啊，蝙蝠侠到底拍了几部片，这个东西突然间又被大家开始看了，你知道吗？然后看着那个我以前开的那个玩笑，我每次听我都每次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对，就是我会觉得天哪，我是硬讲出来的一个笑话这样子，对啊，那。我应该接下来可能到明年初吧，我可能会把那个蝙蝠侠跟那个超人拍几部片，这个东西会再把它做出修订版来，就是因为你知道他们最近又出新片了嘛，对不对？那可能要再稍微再讲一下这样子的，但是可能呢，那个届时那个修订版就，我觉得我就会忍不住会想要把那个我以前讲的笑话烂笑话就把它剪掉，就很不舒服，你知道。对啊，好吧，那这几年来啦，我朋友到这几年来，就是随着一支一支的做，然后我其实慢慢也在调整我的做法，你知道？我觉得我到最后可能慢慢变得都比较会比较想要认真去讲说我对这一支影片的感觉什么的，但是笑话我就不太就是想讲的时候才讲了，这样会比较好了，对啊，我觉得。我的那个梗可能都来自于电影梗，你知道吗？我的那个我的有时候会提的那些电影梗，那些笑，我觉得是很好笑的东西，是来自于说我有看哪一部片，然后应该是有点像是看动画的朋友们的会的那种声优梗之类的东西，你知道吗？像我可能在做那个《汤姆历险记》吧，
对的影片的时候，或者做那个景甜的那个小甜甜，嗯，就是我会在金刚的那个影评里面插入小甜甜的歌之类，然后或者是在那个《神鬼传奇》里面放《汤姆历险记》的主题曲之类的。对啊，那但是这种梗是有时候是性之所至的，并没有办法常常的哦，每一次都会出这样子。对，是因为就变成说，这也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开心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获得成就感啊，嗯、然后或者是、嗯、做这件事情要让你快乐，没错。那如果你一旦有目标取向的话，那当然我这样讲也是因为这个东西目前的那个盈利的那个什么其实太低了。当盈利低的时候，你就是不要去想说要用这个赚钱。你如果一直想，一直在想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可以给你赚钱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很难过，然后做这件事开始变成一种压力。哎，对，那所以我大概从那个时候就是体认到说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盈利的话，然后你为了盈利而做出某种改变的话，然后那个改变不是你喜欢的东西，或者不是你本来的样貌的话，那你就是开始慢慢的变成你自己本来就是不愿意做的那种人。嗯，我觉得我在这边还蛮龟毛的，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做人家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做我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嗯，就是我虽然喜欢做影片，但是那些题材却都是我不喜欢的，所以到最后其实人家总是会有他们总是会抓住这个把柄，然后骂你，你知道。说啊，你不是很喜欢做影片，现在你在做影片，那为什么你还是不开心嘛？对不对？会听到这种话嘛？对。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有借口了，我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都是借口的那种话。我喜欢做影片，但我不喜欢做这种影片。对，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嘛？对不对？对，我喜欢的是影片本身，但是造成问题的是人，你知道吗？就可能人际关系啊，或者是某些然后让你过劳工作啊什么的，然后你到最后你会变得很不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是不代表你不喜欢做这个影片，或者是你不喜欢做剪接本体这件事情，而是你被操得太累，操到你到最后疲乏了。对，你被操到你不再愿意继续做这件事情，但不代表你讨厌这个东西，知道吗？对，那我不知道你还没有，你可能还没有开始工作，所以你可能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东西。对，如果像我的第一天工作的话，其实很，我还记得我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压力很大，知道？因为我当学生当久了嘛，学生当惯，那我第一天工作的时候，我必须要最去适应的就是上班，知道？你不能够随便离开，你不能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就一坐在那边，知道？压力超大，对啊，要隔了一段时间，你才能慢慢那个熟悉这种环境，然后习惯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子，对啊，那。因为我在做那种工作的时候，我在做的是很多，等于是我收集我的想法啦，哦，收集我想要去收集的素材的这种欲望，然后去，变成一个工具人去帮他们做东西，这样子好赚取金钱。那现在你自己做频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挥洒你自己的想法嘛？对。那如果你为了到最后到头来又为了钱这件事情，你又改变了你自己的做法的话，那你不就已经变成了？变成了你最不想要变成的那种状态吗？感谢您的收看，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战士，一群善良的战士，正义在你的热血中修。